前。奇才当家球星约翰沃尔接受采访曾表示，我知道每个人都很开心看到詹姆斯离开东部，终于不用在系列赛中面对他四次了。或许谁都明白詹姆斯离开骑士对东部意味着什么，而沃尔只是公开说出大家的心声罢了。这不，步行者主帅麦克米拉近日接受采访，谈到詹姆斯便表达了和沃尔几乎相同的观点。谈到詹姆斯离开骑士对东部的影响，步行者主帅表示，随着詹姆斯的离开，东部的竞争是开放的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我们真的很开心他去西部，但是仍然还有一个挑战在等着我们。我们必须做好自身的工作，而不是空想任何事情。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要做到像上个赛季那样的事情，而且要做得更好。这是一个挑战。詹姆斯的实力如何？相信麦克米兰内心感触是仅次于凯西的东部球队教练。上赛季季后赛，若非詹姆斯个人暴走，麦克米兰的球队差点突破首轮，而如今横亘在东部所有球队面前的大山主动移走了。相信每个人在新赛季都会跃跃欲试，当然，也包括印第安纳步行者。